是中国大陆第一长腿美女孔燕松，她为了庆祝大陆国家足球队最近日击败了伊朗队，打破了14年从没赢过伊朗的新纪录，所以呢，她特别穿起了运动裙，秀出了修长美腿来踢足球，这个写真集，结果呢，在大陆网络引起了新轰动。那么孔燕松哦，现在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，她的身高有178公分，中国超级足联比赛的时候，她是客串主播进行了首次的播音秀，但是她的美貌加上了修长的美腿让网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而最近一期的网络红人的在调查当中呢，孔燕松她是已经成为了网络四大红女之一了。